娘娘，你还是在外面耐心等候吧。君上他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这医官正在诊治呢。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？可有什么症状？他就像睡着了一样。睡着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哎呀，娘娘，您就耐心等候吧。让我看一眼。 就一眼！哎呀，娘娘，您别为难奴才了，这医官要有结果，奴才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！君上好端端的，怎么会中蛊？娘娘，君上自然不会无端端中蛊，定是有人给君上偷偷下了蛊啊！胡说！君上行事向来谨慎，娘娘，外面都传遍了。 君上从染溪院回来，他突然病倒的。丽娘，你的疯病还没好吧？是不是你？你给君上下了什么蛊？说呀！什么蛊？都说君上是从染溪院回来之后才昏迷的，肯定是你下的蛊，赶紧把蛊虫交出来！我没有。是不是你？一查便知。 你们什么人？这可是丑娘娘的寝院，岂容你们擅闯？来搜，不是，你们不许走！滚开，走开！林青，林青，没事吧？林青，谁允许你们搜我的寝院？本院掌管后院多年，如何搜不得你寝院？王妃娘娘。 属下在丑娘娘床下找到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打开，蛊虫，是蛊虫。果然是你呀！不可能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，这不是我放的。王妃娘娘，奴婢每天都打扫房间，从未见过这个东西，一定是有人栽赃嫁祸。我们娘娘她是无辜的。哎，莲翘。 林翘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家娘娘嫁祸你们家主子喽？丑青离，豢养蛊虫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给我押去逸轩院，本院要亲自审问。是。不用，娘娘。 让他配置解药，希望君上能赶紧醒过来。奴婢这就去。怎么样？这是你早就预谋好的吧？这次还真不是我，倒是你。君上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不是我，看来不好好教训教训你。 你是不会承认的啊，娘娘，他会死的。那你带他死。娘娘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捶。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对君上下蛊的动机了吧？ 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算你识相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丑青离，你敢羞辱我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，使点劲儿！
你们俩快点儿，这些衣服在天黑之前必须洗完，赶紧的，手摩擦好不好？ 干啥去？当然躲雨啊！躲雨了就哎呦！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给我过来啊！让你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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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治不了你了。小印子。 君上，可是有何吩咐？把窗户关上吧，降温了。哦，是啊，这马上都立秋了，这还打雷呢，真少见。臭！奴才该死，奴才不该提的。奴才是想说，臭这个雨，它怕是要下一整天了。起来吧，下去。随便找个理由，淫荡乱葬可算了。送药，为什么不跟我见一面？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一定得出去解释清楚才行。这西院怎么整天都是大门紧锁啊？怎么才能出去啊？终于出来了，嗯，新鲜的空气，我来了。嗨，那个，啊，我忘记拿个东西，
我先回去。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看来昨天教训的还不够，打！打！不要！住手！不要打！谁这么大胆子，敢擅闯西院？原来是纪王殿下，奴婢有眼不识泰山，出言不逊，替殿下责罚。你还知道出言不逊？奴婢自有奴婢的不是，不过殿下，这里是西院，按照礼数，殿下您不该进来的。放肆！本王需要你来教。奴婢知错，殿下教训的是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他们平时都是这样对你吗？不是，平时比这还惨。殿下，奴婢也是职责所在，殿下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谗言。本王允许你说话了吗？啊，奴婢知错。娘娘，你说如何责罚他们？哎，殿下，娘娘现在是个废妃，没有处置奴婢的权利。若是本王要处置你呢？殿下，殿下，算了吧，这点小事我自己可以处理。殿下还是请回吧，以免让旁人看到，误了殿下的清誉。为了你，本王不怕。跟我走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使不得，殿下。你要是把娘娘带走了，奴婢这里没法交差啊！殿下，不行啊！那是你们的事，跟本王无关。娘娘，娘娘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您要是走了，会追加您潜逃之罪，也会连累到殿下的。娘娘啊！我不能连累你。这点小伤，回去擦点药就行了。殿下，殿下不用管我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